楼饱受关键字困扰，吴宗宪竟成了箭靶。这个关键字婆媳其实对我困扰还蛮深的。为了这种关键字，然后常跟老公大小争吵。上节目讲说，哎，我们家里面发生一些什么事，但我也没有讲他婆不好，但是标题就会这样下。你上次老公会赶出去是什么时候？哎，上个礼拜。哎，上个礼拜，你看就是这样，我们就是这样。你的标签是想来的，很多标签都是献歌贴。我只是献歌。今晚10点，不会有问冲快筛小明星大跟班。